还是要看分数啊，分数是先看一成的分数7900。好，小姨的分数是小姨卫冕成功，接下来这位挑战者呢也是来头不小，在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到英国，而且学的就是音乐，今天他要来验证他自己的实力，我们来认识一下刘佑荣。就读长庚大学医检系的刘佑荣是个凡事要求完美的百分女孩，不论是课业，还是才艺，北市交响乐合作表演，演乐钢琴大赛第二名，英国大学音乐系奖学金。刘佑荣都尽力做到最好，对于心中最重要的歌唱梦想，他更是展现势在必得的决心，必胜，直向歌手舞台。各位观众好，我是刘佑荣，来自长庚大学。然后我从小就学音乐，从3岁就开始学了，所以我从小就是置身于一个古典的音乐世家这样子。然后直到我上大学才有机会碰触到不一样的音乐类型。然后因为我参加了热音社，对，所以你并没有往音乐这条路，你还是回来念大学。对对对，好，机会命运掌握自己手中。目前卫冕者区仅剩下韩系暖男房柏景以及高分魔王严一文，刘佑荣的选择不仅决定自身对手，更关系到下一位选手的对战组合。冲走一文，冲走！究竟他的选择是命运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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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强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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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自马来西亚沙巴的严一文是拥有多项歌唱冠军头衔的铁肺型选手，个性直率开朗的他，以平均9000分的高分强势卫冕5周。好，只是一个经常9000分的这个女孩。Hello, everybody. 上个礼拜哭哭啼啼的我已经过去了，已经过去了。好，今天你又杀气腾腾的上来了，对不对？小燕姐，你有叫按摩的吗？人家是造型打扮 ，Lady Gaga， 对 ，Lady Sasha，Lady Sasha。好，来来来，请你先坐一下，小心楼梯哈，这个眼镜太黑。来，佑荣。你要选什么歌曲？我今天要唱的是伊凡塞斯的《Call Me When You're Sober》。对，哇哦哇！因为我不想再当一个古典的乖乖女，我今天就是要 rock 一下耶！好，我们来开始欣赏。
谢佑荣。今天艺文要表演什么？我今天要唱的是 Lady Gaga 的 Bad Romance。对，啊哈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的音乐一起摇摆。啊哈，讲话都要讲摇摆。好，来，请开始，还有舞曲吗？对，我带了两个猛男哦。啊哈，好，请开始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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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uite a bad romance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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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uite a bad romance. R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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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h, ah, ru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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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, ga, ooh, la, la, quite a bad romance. R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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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h, ah, rum, rum.你们年纪是一样的，21岁。我是觉得，那时候你选那伊凡塞斯的歌的时候，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也可以 rock， 但是你可以年轻一点的 rock， 就比如说艾薇儿之类的系列。因为我觉得其实刚刚有点可惜，是说你一开始在下那个第一句的时候，还有第一个 key 下的 keyboard 下的时候，我觉得有被你就是吸引住。可是后面的时候，因为你没有那个很 rock and roll 那种感觉的时候，就有点可惜。但其实你的功力还是真的很厉害。谢谢。就所以我在看伊文的时候，当然你们都很好，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不一定要很多的经历就是很好，不一定没有经历就是不好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从伊文的身上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色彩，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很有自信的，他就是融入在这个音乐里面。所以我觉得就是很精彩，你们两个今天的这个比赛其实很精彩。谢谢韩老师。我来讲一个你们今天表演的关键字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字，坏。
你们两个都想表现坏这个字，但是我跟逸文讲，逸文你真的是坏到骨子里去，继续给他吗？你的 DNA 里面就有坏，你知道你那种出来那种唱那个 Lady Gaga 的人很多，但是我没有看过一个人表演那么有阴湿路的 feel。但是我真的认为你的表演是有灵魂的，你的坏是很自然。所以我给你四个字，叫你改邪归正。但是，所以你们两个都想坏，但是你们两个坏的，一个坏的好可爱，一个坏的非常自然。我觉得佑荣好像是被关在这个瓶子里面，就关在800年的这种精灵突然释放出来了。OK， 你就想一次要爆发，把你全部的东西 OK 都使出来。其实呢，我相信如果你再经过再细腻一点的一些设计，我相信你的表演会更棒。你跟逸文比起来呢，当然你天生的声音没有逸文这么来的这么 power， 但是我相信你的音乐性呢，你可以后天你还是可以去思考一下要怎么样把你的音乐做得更精致。那逸文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棒，我知道你的感冒还没有好，但是呢配上你今天的这个僵尸舞呢，其实你今天的表演非常的厉害。谢谢志平老师。来，我们要打分数了，听听三百观众怎么说。好，谢谢我们两位歌手，很难得我们有这个英文歌曲的 PK 哈。来，我们听听同学的意见。我们看很多都穿一样的这个 T 恤，你们是什么单位的？大家好，我们是治理行管系，耶、yeah！ 然后啊，我还要再介绍一下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活动。好，它叫做“爱爱有一套，幸福有我造”。它在4月13淡水后广场举办，这是一个爱之公益的宣导活动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哦。在4月13淡水后广场等你，耶！哦，你讲到脖子那个筋都快要爆开来了，对啊，太热血了哦。尤其这么好的议题，所以这个图案上面其实就是一个，它是一个保险套哦，爱爱有一套，一点 hug me， 所以就是 hug 我们要爱滋公益的那些爱滋的，我们要关怀他们，拥抱他们。嗯，好 ，OK， 对对对，这个推广这个非常好，尤其你们这个年纪啊，很容易冲动。所以，来来来，那你喜欢这个佑荣还是逸文的表演？逸文，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种轻松一尬上那种 Lady Gaga 的感觉。哦，轻松一，他刚刚那个墨镜轻松一也戴过，真的、哦？对，大概在第6集第40分的时候，我讲你也信了，有啊，真的戴过，真的戴过，真的。然后口红也很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啊，就感觉很有巨星的架势。然后啊，还让我有种走进百老汇音乐剧的 feel， 真的是。然后他的声音除了震动我的心以外，还震动到我整个人，让我都成 rock 耶、yeah ！开心就好。好，你可以不要那么像沈玉玲先生吗？你太过激动了，暴走哥是吗？暴走。好，旁边这位比较冷静的同学，你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喜欢哪一个表演？喜欢刘佑荣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刚看 VCR， 以为就是她是个乖乖女，就没想到唱歌这么有力量。好像要帮我打针一样，很有力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老师给我们两位选手的分数是如何。小燕姐，好，最后我们还是要来看分数啊。